女儿的鞋我已经织好了，就放在家里的床头柜上。你会好好照顾她的，对吧？你怎么了？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？ 答应了吴年少，今天去见他。你不都跟他说好了吗？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我们胎死腹中，我是杀害他女儿的凶手，我必须去承担这一切。如果……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他会对你、对我爸妈，还有我们的女儿下手。听我的啊！咱们好好跟警察配合，很快找着他，然后咱们一家人就可以平安了，可以吗？警察能保护我们一世，不能保护我们一世。吴殿生，他花了足足10年时间。 他已经杀了那么多的人，我太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我不可以让我们的女儿去冒这个险，绝对不可以。待会你得帮我应该警察，让我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他去哪儿见吴念生了？ 也好吧，要不你别去了。行了，少废话。老大，他车在门口。怎么样，里边情况？什么都没有，门窗关得很严，什么都看不清。外面地上还有血，应该也是他的。 吴念生呢？吴念生人呢？
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就那么想死吗？说话呀！约的时间过了，他没有来。你跟他约了几点？下午四点。现在5:15了，他会不会还在上山路上？大家注意，把山上我们的人全部都清走，做好掩护，监视所有可能上山的道路。所有人动起来，把绳线挪动，快！吴念轩真的会对韦立军动手吗？摇头什么意思啊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只是为了分散你们的注意力。炸弹呢？也是我和他一起编的。照片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如果我不这么做，他就不会信任我。你早就知道这一切是吗？为什么不说实话，非要做这么危险的事？因为他给了我机会，让我生下我。生下来，孩子他是无辜的，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做的是我。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好吗？求你，不用等太久，不用等太久，就17号，下个月17号我就能把他生下来。你到底让我把他生下来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好吗？只是这些日子，我也有点犹豫。我想到要逃跑，我想如果我跑远一点，跑到国外去，可能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但他们把女儿抱到我手上的那一刻，我就动摇了。对不起。我不是想逞英雄，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家人。我希望他们因为我受到伤害，吴念轩身上的伤呢？胡一婷出事不久。
他就来找过我们每一个人。我当时就知道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请问您是？啊，我是胡一婷，胡一婷的爸。我想跟你女儿聊几句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真的不想来纠缠你，我就想知道我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林老板，你还是得跟我说说我女儿的事情。一个月之前都是好好的，为什么就自杀了呢？啊，对吧？你躲开！我知道我女儿不是这样的人，她的死呢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我就是想了解清楚。吴先生，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，但是由于这件事儿，我的女儿也受到了很大的惊吓。我就跟你女儿聊几句行吗？求你了。有什么话你可以问我，这件事儿我也知道一些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一定知道的，对吧？请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？你告诉我行吗？啊！你们一起参加比赛，住在一起，你们肯定知道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们跟你说过很多次，这个事儿我们一点都不知情，请你别再找我麻烦好吗？送他出去。啊，林老板，活都是你们干的。对吧？你怎么能说自己不知情呢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女儿自己想要出人头地，一步登天，她做过什么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好不好？烦不烦人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装聋作哑？想要真相，这他妈就是真相。其实你也不知道吴念山是被谁打的，对吗？具体是谁有什么区别呢？是我们一起把他逼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们把他变成了一个杀人犯，我们都是凶手。具体是谁有什么区别呢？他那天来找我的时候，问我知不知道那个比赛到底是要干什么。我当时还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其实很多年前就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我们那个比赛根本就不是为了选什么明星，
就算当时选出了第一名，也不会有人去北京，更不会有什么唱片、电影、杂志。你们知道，当时我们临川有很多养猪场，我们那个比赛就是为了给那个饲料厂打广告。就因为一个骗局，我们做了这一切。老板，他说不定已经知道我们上山了。让大部队撤吧，留两个人在这儿盯着。好。遇到这类案子多吗？那你之前都办什么案子？扒窃、砸车玻璃，诸如此类的吧。挺好。你呢？调来之前跟他们扫黄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能碰上，都可以拍个纪录片了。为什么不跟你家人说？其实也没受多大伤。好像你也不怎么提起他们。各过各的，现在这样也挺好。现在抓到他吗？林队，他们已经在监控室。我对长隆小区附近最近半个月的监控进行了一次系统研究，然后就发现了这些，都是吴念生或者吴念生的中巴车出没的情况。之后我对他出没的轨迹和频率做了一次统计，最后发现他频繁出没的地方都离老城的惠安路不远，而赵长松和李佳佳当初出事的那栋老楼正好就在惠安路。于是我查了一下那栋楼外面的监控，就发现了这些。吴念生那边我们不都排查过了吗？他怎么还敢去那儿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赵哥他们车祸那天晚上，关键呢在另外一个。这是他进楼之后对面的监控拍到的，你们注意看楼上。原来他一直藏在这儿。老大，我们已就位。林队，
窗户全封死了，看不清楚里面情况。楼上呢？云队，屋里有人。是他吗？只能看到背部，不能确定。能瞄准吗？可以。小曼，你们进吧。是吧。是他吗？林队，是他。你上来吧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林队，人已经死了。
从目前状况看，死亡原因肝脏、脾脏功能衰竭。时间呢？三天前，初步估计14号的晚上或者15号的白天。他没等到李思琪小孩出生就先死了。先后作案三起，造成4人死亡。昨天夜里，警方根据线报在长兴路对其展开抓捕，不过此时吴念生已经因病死亡，至于其作案动机，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。像这样惊人的谋杀案件，的确会给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带来很多担心和顾虑。有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人为什么会犯罪，为什么会走上犯罪的道路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不过有句话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随着案件的侦破，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我们也相信，当歹徒不断被制裁，正义不断得到伸张的时候，我们的社会也会变得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安全，越来越和谐。我不曾无端地将你追随，却仍顾及你安危，留一点距离安放些许真理。那您能告诉我，那个男的为什么要杀害我爸吗？那个人心里有点问题，这是个意外。更纯粹，我清扫通往黎明的颠沛，陪伴你脚步来回，与那段昏黄的故事结尾很般配。我聆听长夜在低头忏悔。周末的确是需要好好放松一下，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带来好心情。好了，下面我们来听最后一位听众点的一首歌曲《晚风》。怎么明天你有时间吗？我白天有事儿，明天晚上可以吗？好，
林队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快请进。林队，我给您倒杯水。不用了。啊，好。是这样，今天早上呢，魏先生跟我又重新聊了聊关于咱们子豪的事情，然后很多东西都已经落到了文字上面，这里面有很多细节，包括探望时间呀、探望周期这些。不用这么麻烦了。我能单独和子豪待会吗？妈妈今天来是来给你道歉的。妈妈是想告诉你，在这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做的事和不擅长做的事，而我最不擅长做的事就是做你的妈妈。对不起，想去上海吗？希望跟爸爸待在一起。你开心，妈妈就开心。他们定好什么时候走了吗？上海什么都有，你不用担心。说不定去了以后，你们关系反而变好。俗话不是说吗？距离产生美。你真觉得你能在银行干得下去？但是我妈不同意我干这个。什么？你爸的案。不是在贵州吗？我帮你调回来了，十天前就到了。如果你想重新查这个案子的话，我可以考虑留下来。您好，服务员。进。赵先生，您的酒，请慢用。没点酒啊？这是我们老板送的。你们老板谁啊？林子安，林总。
错。走吧，出去喝一杯。这个点儿。谁规定的早晨不能喝酒了？始终走不出迷雾。